取闹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，那是我的生意伙。好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多，就时间多。来，尝尝，这可是他家店的招牌菜，很好吃。你经常来这里吃啊？对啊。你不会没来过这种地方吧？尝尝吧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好吃。来，干杯。干。今天那个人，他是我前男友，是万利集团老板的儿子。我们一直有业务往来，现在我们欠他几千万，他要我跟他结婚才能把公司保住，可是我根本不喜欢他。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？原来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有这样的烦恼，我还以为只有像我们这样连温饱都没解决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烦恼呢。好啦，我们不说这些丧气话。还是先睡一觉吧。挺干净的嘛。哦，挺漂亮的嘛。明天礼拜六有空吗？有啊。怎么哪儿都有你们？我也奇怪了，这里不是谁都能来吗？套圈吗？我们也要套。快来快来，看我套这个。给谁呢？给你。哪里配不上你？你宁愿选那个穷小子也不跟我？放开！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们才是门当户对的，我们结婚一切都好了，你的公司，你爸的意愿，我们在一起将来都有的呀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爸会死吗？生意上的事情能怪我们吗？放心，不要逼我。放开！我警告你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你要再骚扰他，我报警了。你给我等着瞧。今天谢谢你啊，要去我家坐一下吗？好啊，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儿。
我去洗个澡，换个衣服，你等我一下。跳吧，我喜欢。行了，我们这是怎么后悔了？这是方总看得起我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还叫我方总，叫我小星星。小星星，我去下洗手间。快去吧，别憋坏了。睡了我老板，这难道就是我的人生巅峰吗？他才来几天就把老板泡了，你听谁说的？我昨天在外面看他们玩的多开心，老板也是，富二代不行，偏偏跟个穷小子。就是，我们一直有业务往来，现在我们欠他几千万，他要我跟他结婚才能把公司保住。我们才是门当户对的，我们结婚一切都好了，你的公司，你爸的意愿，我们在一起将来都有的呀。谁让你在这里摆摊的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摆摊？滚蛋！你没事吧？刚才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。刚才他们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就说不准在这里卖东西，我上去跟他们理论，他们上来就动手。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一点。我去换件衣服，你随便坐。都卖的什么呀？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还挺可爱的。嘿，嘿，嘿。还
还是苹果好吃。嚯，这收入还挺不错的嘛。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要不我请你吃饭吧。好啊，别说，我肚子还有点饿了。我也有点，你先坐一会儿，很快就好了。我的拿手菜。怎么不好吃吗？这样的家常菜我好久没有吃到过了，我想我妈了。那就多吃，以后想吃就来我这儿。怎么还有这么多没卖出去啊？是啊，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摆摊了。你干嘛这么拼啊？没办法呀，我这么努力挣钱都是为了早日在这儿有家嘛。你这样太累了。累也没办法，要不跟我一起去吧。好啊，有我在，一晚上肯定能卖完。那要不试试？哎呀，摆上地摊了。生活嘛。这位是？是你女朋友吧？当然是生意伙伴了。那刚好呀，让我来照顾照顾生意。好呀好呀，你们随便选随便看。这里还有个精品，你们没看到，送给你们。平时没见你带什么饰品，给你吧。哼，发卡卖了15个，头绳卖了28个。发夹卖了12个。你怎么回事？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？我手机在包里没听见。我今天这批货比平时便宜了100多。才便宜100多啊？已经很不错了，待会儿吃了我们就去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什么意思？短信不回，电话也不接。我这段时间太忙了。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我东西还没卖呢。要不这样，等我把这包东西卖了咱们再说。不行。我刚刚还说呢，今晚肯定会遇到你们。我们来帮你吧。好啊，人多力量大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跟我回家。少在外面混，早点睡。好的，姐。
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摆摊一点也不安全。所以才要叫上你一起嘛。当然是生意。好呀好呀，你们随便选随便看。平时没。那要不你把这包东西买了，我就跟你走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能卖500多吧。转过去了，走吧。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我想清楚了，就算一无所有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这个我警告你。好啊，反正回去。来，虐待我吧。我们一直有业务往来，谁让你在这里摆摊的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摆摊？再不走，我弄死你！你没事吧？嗯。
取闹了，行不行？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，可能去不了了。剩下的事，你交给前台做吧。这，好吧。不要再给我无理取。好啊。警告你，好啊，反正来，这是方总。我们一直谁让你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去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写减肥计划。我们来玩牌呀。好啊，反正没事儿。一对四，一对十。过。要不起。哼，我口渴了，去给我倒水。你自己不知道去啊？快去。我去，换我牌。一对四，一对二。哼，我口渴了，去给我倒水。你自己不知道去啊？快去。一个勾。谁让你在这里摆摊的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摆摊？滚蛋！
我们一谁让、啊。好啊，当然是生。平时没。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们遇都遇到了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跟我回家。在这儿吧，明天一早帮我去拿货。今天新这好啊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摆摊一点也不安全。所以才要叫上你一起嘛。当然是生意伙伴了。平时没见。那要不。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开心啊。
当然是生。不用了。少在外。我想要那个小鸭子。没有套中。给谁呢？我警告你。好啊，反正来，这是方总。我们一谁让、孩子的东西我怎么卖啊？那可不一定，
女孩子来买，你一夸她不就行了？嗯，说的有道理。好啊，当然是生。好，平时那要不跟你在一起。好啊，有我。当然是生。好，你卖了这么多饰品也没见你戴，给你吧。好啊，人多力量大。不用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们遇都遇到了。好啊，当然是生。那要不你我给不了你什么，我们是没有好结果的。我不管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开心就行啊。那要不
那要不我回去考虑一下。你别找借口了，你能来还没考虑清楚。好啊，人多力量大。不用了。今天辛苦。这。其实我这手机还能用，要不你还是拿去退了吧。哪有这样的，买都买了，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好了好了。我就一累了吗？我们都还是新款的。好啊。好啊，反正我们也没配够。我就一台手机，拍谁啊？拍我，看我今天特意化的美妆。好吧。
那好啊。夏若曦，你怎么在这？总要想办。好好。干杯！我回电脑。还是新款的，好啊。我手机里面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照片，你们几个人根本装不下。说什么呢？我们几个美女让你拍，看把你美的。我就累了吗？我们那好啊。张馨妍，总要想。好好。干杯！我回电脑。不要再给我。好啊。快来快来。我警告你。好啊。我们一直谁让你
我想要那个。我警告。好啊。我就是一穷光蛋，怎么配得上方总啊？我们一谁让你在我警告你。好啊。这是方总。我们谁啊？还是新款的。我就是喜欢这样的，怎么样？哼，我能怎么样？那就行了嘛。
我就一台手机，拍谁啊？拍我。累了吗？走，我们回家修照片吧。我们。好啊，夏若曦，你怎么总要想好干杯？我会电脑。好啊，快来快来，我警告你，好啊，反我们一直谁让你快来快我警告好啊这是方总看我谁好啊，
夏若曦，你我不能跟你们。好啊好啊，干杯。我回电脑。我警告。好啊，反正回。这是方。谁？都没淘到怎么办呢？我警告。好啊。这是方总。我们一谁？当然是平时没不用了。还是算了。夏若曦，你我不能跟你。好，干杯。我回电。Thank you.
是啊，我。你谁呀？你走了，我去。还是新款的。我就是喜欢这样的。好吧，还是算了。夏若曦，你我不能跟你们好干杯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。我帮你拿吧。谢谢你啊。我会电脑编程。我会电脑编。
还是新款的。我就是喜欢这样的。好吧。耶！李世英，还是算了。夏若曦，你怎么总要想办法？好，干杯！对不起。那好啊。夏若曦，我不能跟你。好，干杯。我会听。那好啊。张欣，我不能跟你们。好，干杯。我会电。夏若曦，你怎么？我不能跟你。好好。干杯。对不起。
们想干嘛？李诗莹他们怎么？我不能跟你们同流合污。我警告你。好啊，这是方总。我谁让你当然是平不用了。你们这是干嘛？生日快乐！今天方总组的局，他想给你个惊喜。我知道你难于选择，所以就把大家都叫来一起庆祝了。你不会觉得难为情吧？这么多美女陪你过。方总准备的包厢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我可是放弃了今晚的地摊生意过来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好吧，愿赌服输。
许个愿吧。许的什么愿啊？说给姐姐们听听。算了算了，许的什么愿怎么能说呢？我们切蛋糕吧。找方总啊，他已经走了。那我去送送他。我们也要送。你选一个吧。这么晚了，你换衣服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我现在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，有些东西不是你努力就能得到的，所以我想回老家发展。你舍得就这样走吗？那就看有没有人留了。你今天喝的有点多，先休息，明天再说。他们都很好的，太难了。对了，我姐是过来人，可以问她啊。你现在问题太多了，我怕你啊挑花了眼。那些女孩子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最重要的是不要嫌弃你穷。还有啊，你也不要嫌弃他们结婚了之后会变成像我这样的黄脸婆，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结婚了。好吧，那就去海南吧，看把你晒黑了谁还要你？谁稀罕谁呀！晒黑了去外企冒充老外拿高工资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就去海南。干杯。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只要感情到位什么都可以。如果我喜欢你这个穷小子，你愿意吗？还叫我方总，叫我小星星。要不我把钱给你保管吧，我们俩一起存钱，再过几年就能给首付了，这样就有我们的家了。你去哪里啊？回老家呀。可以不走吗？不走你养我啊。我养你啊。你拿什么养我啊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把你自己养好就不错了。
那要不你把……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很开心啊。我拍了些照片，可以帮我修一下吗？好啊，来都来了。你等我一下。干嘛？我去拿瓶酒，朋友送的，我们一起喝点。好啊，一起喝点。好。干杯。你们这都看不出来吗？管他呢，我们买点视频总可以吧。好呀好。你们这都看不出来吗？管他呢，我们。是谁跟你们没有关系吧？有没有关系不要紧，这东西还买不买？好呀好呀，你们随便选随便看。你们这都看不。平时没。先回去。今天这
当然是。不用。今天新。这。开始喽！十五，十五，二十，二十，二十，十五！天，我赢了！你真的要走吗？我已经买好火车票了，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见的。不要以后，就要现在。我们走。去哪里啊？这里海风吹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哦。这下满足你要求了吧？还行吧。我饰演的角色是夏若曦。说实话我没玩过，但是拍了这个过后我还挺想尝试的。跟我本身的性格反差还是挺大的，挺有挑战性的。非常期待成品。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的对手演员是镜头，跟平常的拍摄相差还是蛮大的，很新颖，互动感更强了。很高兴以这种方式认识你，来跟我一起互动吧。Thank you.
刚又踢我了。怎么这么不听话，以后不许踢妈妈了。好久都没出去逛逛了，我们去前面走走啊。好啊。给我们的宝宝起个名字吧。都不知道现在是男是女。那就都取一个呗。男的叫你好棒。你好棒。那女孩呢？女孩叫你真美。有你这样的爸爸呀，真是他们的福气。哎呀，他又踢我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好。